同大家分享一篇咧，來自知乎嘅貼文啊。咁啊，作者 Closen 啊，咁啊就係喜歡歷史、關注時事嘅專業梅吹啊，咩意思啦？有2000幾人贊同呢個嘅回答噶啦。題目咩？題目係為什麼美國非要搞死俄羅斯啊？咁啊，睇下佢點講先啦。30年前最信仰美國價值的國家其實不是美國自己，而是俄羅斯。這一切都是源於美國的不懈努力。美國新聞處在全球設立了211個新聞處和2000多個宣傳活動點，在83個國家建立了圖書館，控制了全世界 85% 的電視節目，60%的廣播節目的生產製作，每日瘋狂地對全球進行洗腦，向國外發行的電視節目總長達到30萬小時，宣傳的內容主要就是圍繞著一樣東西，美國價值觀是多麼的美好，信美國得永生，而蘇聯咧就係美國最重點關照嘅對象，所以唔怪得啦，一個演員可以做到美國總統啦，因為咧原來咧係需要用佢啲演技噶啊。睇唔曬全部，睇曬啦嚇。1952年開始，美國就改裝咗一艘信號船叫信使號啊，成為一個移動的廣播站。巴船咧就開到蘇聯的家門口，即係邊度咧？希臘啊，每日24小時對蘇聯咧進行廣播，宣傳咧美國的民主自由。跟住咧，美國就喺德國的慕尼克，亦都咧設立咗全球功率最大的發射電台，向全個蘇聯咧進行宣傳。最高峰的時候咧，美國負責策反的美國之音集中了52部廣播發射機啊，用80個頻率向蘇聯咧24小時不間斷咁樣進行廣播。美國咁勤奮，喺長達幾十年嘅努力之下咧，終於咧就把蘇聯咧從上到下咧都冚唪唥都搞掂啦！蘇聯人咧堅信我哋覺得生活不好，係因為咧蘇聯嘅制度唔好。只要咧我哋咧採取美國嘅制度，接受美國嘅輔導，我哋就可以過上好似美國人咁嘅生活啦。工人階級都可以有花園、別墅、加豪車啊！兩個兒童、一隻狗，幾乎講多兩隻狗添。周末隨時出國遊浮啊！終於咧，1991年蘇聯就垮台啦。咁啊，1992年葉利欽啊，呢個傻佬啊，飲醉咗個傻佬啊，去到美國國會發表演講，話：蘇聯咧已經永遠嘅崩潰啦，就冇蘇聯啦啊！這個世喺全世界散播分歧敵意嘅政權咧，永遠唔會再翻嚟啦。我哋歡迎美國資本進入俄羅斯，共同開發市場。我哋相信西方世界會幫我哋嘅，你哋千萬唔好遲到哦！哎呀，唔怪得咧，克林頓笑到喊啦，咁嘅傻佬都有嘅。整個國會哇，掌聲雷動。克林顿笑到花枝乱嘴啊，嘴都合唔埋啊，眼泪直流啊。按道理，俄罗斯躺平啊，比日本咧仲要彻底。日本咧就食咗两粒原子弹之后咧，实在走投无路啊，先至躺平啊，臣服于美国啊。相对起嚟咧，俄罗斯啊简直系太有诚意啦，不仅咧全盘接受美國的制度，而且採取自殘方法，用咗休克療法，簡直就係美國你講乜咧？你點搞咧？我就點搞啦！
在美国全盘策划之下，开始了500日的休克疗法，等俄罗斯如同一个劏开了肚皮的北极熊，鲜血淋漓啊！什么加强金融管制是万恶之源，是要回归专制时代，只要采取美国制度，什么都好了。俄罗斯信，按照金融市场看不到你手里的控制，牛奶面包晚上就有了。俄罗斯又信，分割国有企业私有化，我们提供的援助很快就到了。俄罗斯也相信了啊，相信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人终于知道了，如果说原来的苏联时代地狱的话呢，那么最多都是地狱入口或者第一层的啊，接受了美国价值观之后呢，直接跌了地狱的第18层。于是呢，这些曾经代表勇敢荣耀的俄罗斯为国战争取得的一枚枚的啲勋章，就被他的主人呢创造斯大林格勒战役和莫斯科战役的卫国英雄们呢拿在街上面摆摊卖了，只是换回一啖酒。俄罗斯的美女们呢都流落到世界各地了，冬天来到连暖气都没得烧，人民又冻又饿而死，卢布变成废纸，贬值1万倍以上，俄罗斯的人均寿命直接下跌10年。但呢，尽管如此，在最早的时候，俄罗斯人就好天真啊，一定不是美国不啱，是我哋冇学好啫。于是呢，俄罗斯至少3次呢希望加入北约，承认美国老大的地位，希望美国可以带埋俄罗斯一起玩。我哋讲讲紧呢啲咁嘅勋章啊，但系咧，美国啊就不止冇俾俄罗斯加入北约，而且北约就一再东扩。苏联解体之后，波兰、捷克、匈牙利主动加入。2004年，嚟单大嘅。爱沙尼亚啦、拉脱维亚啦、立陶宛等等7个国家直接咧就递交加入嘅北约嘅法律文本，从而成为咧北约嘅新成员。终于咧，北约已经啊兵临城下啦，直接同俄罗斯啊接壤。去到今日，北约咧由29个国家组成，几乎系开始时嘅2倍。北约的导弹和武器可以随时进攻俄罗斯。1990年和俄罗斯签署的北约不东扩协议，现在完全成为一个笑话，仿佛这个笑话是笑俄罗斯的无知和轻信。美国承诺给俄罗斯的援助几十年都过了去了，一点都没有，还一步一步把俄罗斯逼到去长居啊！到今日，结果我哋已经知道啦，普京终于咧奋起反击，同美国正面硬刚啊，一步都唔肯退让。而俄罗斯今日呢个局面，可以如话咧，完全系美国逼出嚟噶。咁啊，呢有个问题啦，就系为乜美国一定要逼到俄罗斯，逼反俄罗斯咧？甚至不接受俄罗斯的躺平。30年前，俄罗斯是心甘情愿地做美国的细佬的。这里呢，我们要了解一下美国的底层逻辑和美国的真正利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美国允许俄罗斯加入北约，将会发生什么后果呢？一旦俄罗斯投降或者俄罗斯加入北约，美国将可能失去欧洲。北约是以美国为首，先在欧洲的防务体系，美国作为联邦的大头大哥，以北约为工具控制着整个欧洲的防务。
不单止是欧洲驻军，而且呢欧洲的军队是由美国统率的。亦都因为这样呢，欧洲在美国面前是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在美国二次世界大战所设定的全球秩序之中呢，每一个国家的分工是不同的。欧洲啊为主的西方国家，包括日韩啦，作为美国的殖民地，提供技术和中高端的制造业。中国啊、东南亚这些咁国家呢，就提供人力同埋中低端的制造业。同时呢，作为最大的倾销市场。要知道呢，中国人口比西方世界街呢仲多的。非洲、美洲就是加工提供原材料。咁样美国做咩呢？美国制造基本上已经完全退出咗去啦。而家美国嘅虚拟经济占咗 GDP 90% 以上。美国价值体现喺两方面。第一，价值就是提供金融工具。以美国掌握全球铸币权，美国不需要做咩嘢，用美金就可以换晒全球工业产品。第二个价值就是美国的武力。美国的军事上面的投入是2至10倍，这么加起比起以后的10个国家加埋重要多的。于是美国的责任就是维护世界和平，维护所谓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要保护西方世界的安全。这个是哪里来的？这个是日本旗、美国旗啊，这个美军在日本应该。美国要达到这两个价值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证明美国是全球最好的国家，经济体量全球最大。毕竟美国开银行，自己的本金充足。如果某一日美国 GDP 是30万亿，美国只是20万亿，凭什么大家不用日元要用美元呢？为了证明自己是世界最好的国家，美国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就是使世界变烂。美国不需要好，只要世界比美国更加烂，美国就是最好的了。